多人都已经看过呢一篇名为这个我潜伏上海名媛群的这篇文章啊，这个上海名媛呢，在指责别人的过程中或获得快感，或者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，尤其当我们指出他人的失败，叫别人无地自容，这会让我们觉得比别人更高一点，从而不断地助长我们的骄傲与自大。很多时候啊，当我们在别人身上发现了自己也有的缺点，我们可能会极力地批评与论断。一方面，我们在批评别人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自以为是的快感，而这种快感会让我们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过犯悔改。而另一方面，你越是严厉的批评，越是可以在众人面前掩盖我们自己同样的这种罪行。所以道德使命首先是自律而不是他律，道德谴责的第一步永远是对自己发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要首先问我们自己，在相似的情况中我们会如何行。所以伦敦日报啊，曾经向作家切斯特顿征稿啊，征稿的题目说社会乱象根源何在，结果切斯特顿的回复是什么呢？在我。社会乱象的根源在我，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幽暗导致了这世上一切的邪恶。然而人总是习惯于向他人随意进行道德上的谴责，却很少的去反思自己。所以因此上海名媛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让我自己来自省。但我不是说人们不能进行道德谴责，而是说当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把自己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。道德判断永远要先自己，然后才是其他人。